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们继续来开藏马然特的 figure 礼盒。这里有它的，应该也是色尾嘛？对，色尾的 V 卡，然后徽章跟 figure 还有卡套，我现在把它拿出来看看。这个徽章，它是奔跑状态吗？是吗？感觉好像是，哦，公仔，帅帅的。这怎么开？这个。上面拉开。哦，上面拉开。啊，卡套跟那个仓小富的是一样的，一样的卡套。重点是这十一包，它是可以压紧的。这十一包看到什么呢？会看到皮卡丘一次啊！来吧 ，Secret Rare， 哇，好帅哦！哦，进不去。写的吧，不然就放横式。仓想站着，这种人就是横的。然后又一张钱卡，跟刚一样。哦，为什么又是拉普拉斯？怎么感觉拉普拉斯有点多？是不是？这钱卡跟刚一样。对。想法也一样。以后来抽钱卡好了。抽钱卡？什么意思？就送送。钱卡太多，都送观众朋友。对，都让妈拿来送观众朋友。大家会有兴趣吗 ？I don't know。哎呀，这个主角是火的。哎，你开到很多那个哎。CHR 的东西，继续努力。你已经开到两张了，我都没开到 CHR 啊！我有、啊，我开到那个，我也是开到两张。Dito 跟土龙弟弟。钢门，还会有什么吗？来吧，来吧，来吧，来吧！藏马人特，看到藏马人特，Life 好像要开始可以玩了，对不对？正式上线好像六月啊，嗯，还是什么时候？终于等了好久，终于可以玩了。终于要把所有卡都要输进去了吗？下面是什么？苍小。我想说有东西，这都是不是苍小？这也套上。那个是很少见，对不对？感觉是。小闪的，啊。超闪的伙伴们，火能，火能，火能会来什么？哎、欸，这一次都没看到闪能量，就有花纹的闪能量。比较想要皮卡丘，哎呦，有一只，有一个，那一样的、啊，他要一直来吗？他想说你要抽奖送人家，就一直来给你。然后等下又来。然后会不会来个喷火？每次拍片都会出现的灯火。
有吗？第一步都是小东西。说明你还有很多包，没事的。一半了。刚刚也是，你懂的。该来的终究要来吧。对啊，没有来是因为开个不够多。可是之后好像也没有他的东西了。再开下去，马上血都吐出来。真的。他的周边就这样了、啊。哦，这最后一弹了，最后一个礼盒了。对啊。所有礼盒都开完了。他出了几个礼盒？他从2月。二月还一月开始出礼盒，出到现在，几乎每个月都有他的礼盒。看到你说刚刚说的闪能量啊，特殊的吗？不是，一般闪。哦，剩三包。这一盒还没有什么惊喜啊。有皮卡丘 SR， 皮卡丘 SR， 我看一下，看皮卡丘 SR 好像很好开啊，我怎么都开不到。对，我看他一直开皮卡丘 SR， 真的不行就去eBay收。因为台湾收藏家比较少。台湾不是只有转卖处。来点什么吧。哦，看到了 Vista。Vista 版。感觉后面亮亮的哦。有东西啊。是虫虫，虫虫在发光。色尾的虫，对，还在充电，好可爱哦、喔。最后一包、喔，我们这个开很少哎、欸，我们这一只。最后一包、喔，一包，一包，一包出就看你了，一包出奇迹。感觉有东西吗？有东西。啊！哎呀！有东西。还有吗？没有了。有啊，这就是东西。我不要这个东西，我都没有开到我没有的。要开到我没有的还有点难。我们这一盒开到了。好多钱卡，两张一样的钱卡，来个女生也不是比较好。然后这个是因为觉得感觉应该蛮稀有的，所以套起来。然后充电宝的光辉卡，玛纳菲那个闪能量，普通殡仪部，普通的苍翔。然后哦，这主角是谁？哦，谁？我看不到。火焰屁股头。你说什么？完蛋！鸭嘴火，火鸭嘴火兽吗？哦，对，鸭嘴火兽。然后拉普拉斯，火焰屁股头。那个，其实主要就是收藏这两只公仔啊，毕竟是中心出版的公仔，这外面应该也很难看到。好，喜欢我们的影片的话，欢迎按赞、订阅、加分享，谢谢大家，拜拜，拜拜。